洗烘一体机已经推出市场就非常火爆。烘干时间太长，费水又费电，衣服洗完忘了取，隔天就闷出异味。归根究底，还是因为洗衣机的内桶处于密闭环境，没法与外部的空气进行置换，导致内桶的异味、湿气无法及时排出，影响烘干及去味的效果。为了提升洗烘一体机的洗烘体验，云米潜心研发对风道系统进行颠覆创新，58项专利成就这款会呼吸的云米 AI 新风洗烘一体机。创新加入专利 AI 新风换气系统，洗烘功能全面优化，突破传统烘干密闭内循环原理。烘干过程中，变频风机持续从外界吸入新鲜空气，经过涡轮增速加热后置换出桶内的湿热空气，最后主动冷凝排出机器，实现桶内与外界空气高速对流，烘干效率提升一倍，烘干时间缩短50%。整个新风速烘过程由 AI 智能控制，智能感应衣物含水量、风量大小， AI 智能调节。衣服洗完没有及时取出，自动开启新风去味功能，持续引入新鲜空气，内桶定时抖动衣物，防止细菌滋生，保持衣服清新洁净。10公斤大容量，满足全家衣物一次洗完。不仅如此，这款云米洗烘一体机还配备了智能双投放、智能称重和精准投放洗涤剂、柔顺剂，衣服放入直接洗，加一次管用1个月。这就是云米 AI 新风洗烘一体机带来全新升级的洗烘体验。告别传统家电，就选云米全屋互联网家电。